坐捷运。我们家不是很有钱吗？那你坐捷运，然后没有坐，乖坐在那边叫什么？你那个不是乖坐，你应该讲什么？不是啊，说明他不舒服啊，为什么你？说不出来。那他没有讲话，不代表他不会讲话啊。但是我不是啊，他不会讲，他没讲话，不代表他不会讲话啊。不代表对啊。怎么